小包总娘说是爱娇妻，为我生俩娃，欠你一个婚礼。小包总娘做五月二十日欢乐颂二中的小包总扮演者杨硕，在微博上向娇妻王李文示爱，为我生了两个孩子，却欠你一个婚礼，嫁给我，我爱你。女方也甜蜜回应，走，咱俩领证去。郑爽拿到谢楠捧花感动到泪崩，杨幂处理捧花的方式娱乐圈，经此一人婚礼上除了新娘新郎互发誓言的重要环节外，最重要的就是抛花球的环节了，女生们可是都想接到，这传递的幸福呢。陈子涵带项羽夫妇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婚礼，婚礼现场宛如童话，陈子涵更是像公主，幸福地向好姐妹们抛出了花球。说起娱乐圈最盛大的婚礼，就要数黄晓明和 Angelababy 的世纪婚礼了。 Baby 身着白色拖尾婚纱，后面的女星们可都想拿到捧花礼， Baby 把捧花抛出去，后面的人可都抢得不亦乐乎呢。而 Baby 在灯光的照影下也十分美艳动人，高圆圆和赵又廷这对情侣简直是羡煞旁人。婚礼现场也是十分温馨浪漫，抛花球环节圆圆笑得很开心，但是看看旁边的赵又廷好像比新娘还开心呢，笑得眼睛都没有拉。虽然何洁现在的婚姻已经破裂，但是婚礼当时还是十分幸福的，后面的伴娘们都抢着要花球。潘长江的女儿潘阳婚礼现场可是十分粉嫩，从照片中也可以看出后面的伴娘团抢花球不亦乐乎，好像还乱入了一位男士呢。歌手梁咏琪身披白色礼服，笑靥如花，夕阳洒在她的身上，手拿白色捧花，不过身后的伴娘们好像都忙着拍照呢。大 S 结婚当时可是把能请的媒体都请了，所以在她扔捧花的时候也只能看见媒体和相机，不过她看起来还是很幸福的。张杰谢娜在西藏举办了婚礼，听说那是离天最近的地方，后面一群伴娘们争先恐后想要抢花球。胡歌和沙溢的婚礼现场没有过于奢靡，但气氛却是温馨，而他捧花球竟像击鼓传花泥，刘诗赤手拿捧花的样子就像仙女一样，阳光透过头纱洒在他身上，脸上活脱脱像仙女下凡。最特别的还是杨幂的婚礼，不仅伴娘只请了唐嫣，更是亲手把捧花递给他。如今唐嫣已经找到自己的爱情，希望能把好运通过捧花传递下去。谢楠婚礼，郑爽作为闺蜜当了她的伴娘，很幸运地接到了捧花。爽妹子真的不要太开心，都说女人一生最美的样子就是穿上婚纱的样子，看了女明星们穿婚纱结婚的，小编是真的相信了，希望拿到捧花的伴娘们都能尽快找到幸福。欢乐颂二关关成心机狗，乖乖女关关变腹黑。电视剧欢乐颂二正在热播，关关将会是第二季中变化最大的角色了。她暗恋赵医生，但是她又做不得像曲小绡那么洒脱，有爱就大胆追求，所以她在慢慢转变自己，为了争夺赵医生，为此他做出了很多努力。从原版小说中，关雎尔后期是要黑化变成一个腹黑女孩，好可怕呀。所以这第二季关关肯定从性格上有变化，结合小说给个为讲讲剧情。第一季的时候，关关对赵医生一见钟情，当他知道曲小绡的男友就是赵医生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份情谊默默地藏在心里。
其实他的内心对曲小潇非常不满，在他的内心，他认为曲小潇根本配不上赵医生。所以第二季播放的时候，关关开始偷偷试着破坏曲小潇和赵医生的约会。曲小潇曾问过他是否喜欢赵医生，关关时刻否认说对赵医生不了解，所以不喜欢，摆明了是口是心非。关关对赵医生一见钟情，而赵医生却是自己好朋友的男朋友，这也纠结的剧情，观众们是越喜欢。大结局之后，这个关关写给赵医生的这句话就火了，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夹娃娃机，我隔着玻璃只想得到你。为了爱情，乖乖的关同学将陷入一场注定会输掉的三角恋情。第二集关居尔要摘下眼镜，为了夺爱成功，黑化外加装备升级，以全新的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。哦，不对，是赵医生面前。升级之后的关关，大家还满意不？关同学虽然变美了，可是并没有拿下赵医生国民邀请的男朋友，岂是那么容易抢的？好在最后关关遇到了一个他爱的人，也爱他的人，这个人就是邓伦饰演的谢童，他是一位不羁的摇滚主唱，现实生活中的邓伦却更爱安静一些的民谣，这样的反差对他来说也是小小的挑战。而俩人性格中最为相像的便是都对认定的事情相当执着，不罢休。